先把蒜苔的尾巴给去掉，然后切段儿，双盘备用。再打三个鸡蛋，放适量的盐，然后把鸡蛋打散。材料全部准备好后，开始上锅制作。锅烧热后，放少许的油，把鸡蛋放进去翻炒一下。鸡蛋焯好后，先铲出来备用。然后锅中再放适量的油，把蒜苔炒一下。加适量的盐，适量的蚝油。一分钟后，把焯好的鸡蛋倒进去，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